去这边，所以说等一下就要出发了。你看上面好像有很多海洋一样，这风在吹，这样子动，很像章鱼的脚。握住那个风扇，然后就一直转转转。那个是竹蜻蜓装在头上。怎么还没有出发？回去还要照相吗？小人国那里。啊好，手不可以伸出去哦。哦。为什么要给鬼给管？这像是什么？回家吃小美冰淇淋。你裤子少啊？好，我看，就我叫你不要喝冰沙，你来喝。你看，我叫你不要喝冰沙，你来喝。